开始我们跟屋主其实是约在香港嘛，就要去看现场。我找到了2个小时，就想说去附近先了解一下环境。大概15分钟左右，我就到了香港比较有名的兰桂坊。我其实还不大了解这个设计案的一个状态，因为就是在楼下，而且楼层都非常高，而且非常的密集。2点过后，我们就一起跟屋主碰了面，我们就上电梯。他一按，我看了一下数字，应该是52楼。然后把门打开之后，第一个转折进去到客厅之后，其实我被海景给吓到，因为下面就是维多利亚港，很标准正宗的无敌海景房。就有一段蛮长的时间，我忘记我是来看屋况现场，而且要提供设计方案的人，我只是在看这个海景，因为它十分的震撼。洽谈完之后，我们开始就进入设计阶段，把空间分割合理化。第二个就是动线流畅度的合理化，然后第三个就是需求满足的合理化来进行设计哦。那这一晃应该是4个月过去了，整体的施工方案跟一个设计方向已经都很明确的，我们把所有的设计方案给做完了。但是这时候我其实有个疑虑哦，我自己其实在想，就是空间为生活带来什么。生活是这样子哦，它并不是花了很多钱买一个房子，然后用很昂贵的材料，然后我们堆砌在里面，我们的生活就会幸福。我觉得跟自己喜欢的人住在一个空间里面，这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不管是租的，还是自己买的，还是多小的一个空间或者多大的空间，只要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，这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所以我决定放弃我原本的想法，来让自己的设计作为更隐形，而是把设计留给这一对新婚夫妻，还有维多利亚港。其实生活必要的需求还是得要被满足，这是设计的基本要件嘛。既然面对这么大的一片海景，其实我们有很多空间可以来被分割。我让客餐厅的运用是临海的，主卧室跟书房的阅读区它也是临海的，所以它不管是两个人在客厅里面看电视，它也是靠了这片海。那如果是3、5好友到家里来用餐的话，维多利亚的夜景也是举世闻名，也是非常棒的。那如果一个人在书房阅读的时候，其实也是可以宁静的享受这片海。从进来到整个铺陈，整个空间虽然在分割上我没有做太多很用力的设计，就是我把设计尽量隐藏起来之外，因为我希望他们两口子互动是很好的，所以我把厨房作为一个比较大的改变，就是我把隐藏的厨房变成一个开放的厨房，这是我做的最大的改变。其他部分倒动得非常少，因为它在格局上其实已经切得非常的鲜明。客餐厅就是一气呵成的一个设计嘛，在公共领域，它其实不管是一个人、两个人到3、5好友来，都是面对这个海景，其实可以跟很多人来分享这片海。那到私密空间的时候，它其实就是有2楼的主卧室，还有书房嘛。那书房当然就是可以独立的自己宁静的在那边看书。面对海的这个部分，这个窗景部分配置了一个贵妃椅，它其实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小天地，就是1年365天的四季的变换来作为主要的设计，然后把我自己尽可能的把它隐藏起来。面对这样的环境，我已经不需要再做过多的设计去彰显什么，我觉得这已经不重要了，而是两个人在这空间里面是感到幸福的。在生活中会有很多柴米油盐的过程，也会有从幸福的2个人变成3个人的这个经过，它都会被装载入这个家，所以我自己认为家是一个满载幸福回忆的容器。